幸好是你们带我们哦。对呀，就我这么单纯，要是要跟那个一号走的话，你们两个就被他拐卖跑了。对啊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江湖险恶。他等会儿绝对要让你叫他叫老公，我跟你说，一号，等会儿你一倒，他说你叫我老公，我就救你，你不叫我就不救。啊，还有这样子呀？对呀，一号绝对是这样式的，我上次就经历过。好可怕哦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跟着我在一起，安全的很。那你要保护我们哦。好的了，我们去前面换辆车哦。怎么办？笑得停不下来。哇，这里还有车哇、啊！有辆车。这里有车库，当然有车喽。来，上车，三号妹子，黄金玛莎拉蒂哟。哟。哦，我来了！我操，不小心点到了，他妈的！我本来不想编这个车的，我想来点仪式感。好炫酷哦！正前方有空投位。哎，有个什么超级空投吗？可能会死。对，不知道有人没？有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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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！小心，小心！人呢？我要躲起来！我要躲起来！哎呦，三个人好像。有一个倒了的。在哪？已经死了两个了，还有一个。又雷了还是烟？我看到他了，扔烟了吧？我要找个狙枪。他死了，装甲都被打了。哎呦，我死了，怎么是这个？我看到这里了，啥都没了。哦，有人狙我。在哪？拜拜。不知道，看到了，人死了。你不叫我老公，你叫我叫老公，你不叫我，你让开，我叫。不要把人雷了，你让开三号，我来救。为什么？我救。我不要。你太坏了。你们太坏了。我来救你。太坏了。不应该刚刚死。这是什么枪？黄志斌他说人家坏，他说人家一号坏，他是最坏的那一个。对，我这才不坏呢，我这是救命之恩，你这一生都难报答我，你还不做我媳妇儿？你不是女的吗？表，我想你的表，快点过来。女的就不能和女的在一起啊？不行，我喜欢男的。你喜欢男的，那你咋不跟一号表白？我喜欢另一个男的。你心有两颗心啊，你里面可以装下几个男的哦，能不能再装下一个我？我最近要吃个六倍镜了。你是女孩子。难道女孩子和女孩子就不能在一起了吗？男孩子都和男孩子可以搞基了，女孩子应该也进化了，可以了。啊，男孩子和男孩子可以吗？对呀，你问一号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男孩子和男孩子可以吗？你这个得问一号，一号应该他知道。一号好厉害哦，他什么都知道啊。一号是百科书，他应该是妇产科的主任。好厉害哦。为什么没有子弹？另一个用举的那个人在哪？在那个塔上面。他过来把我黄金玛莎拉蒂开着就跑了。这一号是不是没开过好车啊？他
郑某人吧，他偷车的。偷车的。你有你的黄金玛莎拉蒂，我有我的川崎。上上，上号，谢你。男人，我刚才都没舔空投哎。男孩子还是不要太多女朋友了，多了容易乱。我就你一个小仙女。那我不是很危险？你不危险，你做我唯一的老婆行不行？不行，我已经有四号了，我不要你。你和四号是处对象那种，还是生孩子那种？对啊，我们在备孕中。对。备孕中是什么东西？怎么答应你？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备孕中是什么意思吗？不能。你这都解释不清楚。哎，有人呢。有吗？有吗？打他呀！打他呀！他就一个人。打他呀！我没见到他脸，他喵的，你追个屁呀、啊！他喵在这里。他跳车了，打他！你放你妈屁！一个人他妈这叫一车人，什么是一个人和一车人？你不懂吧？等一下，快打他呀！快打他呀！像子弹。啊，太难了。我开的小红车，打不了他们。下车！他说到哪里了？死完了！哎，底下还有一组，底下还有一组。我说你别打了，底下有一组，那底下还有一组，铁子吗？不好，上钩了。我追着我来打了，在那里。他们追我们砸了，快跑！刚才在下面那个人呢？没事啊，我也在。他进去了呀！我那个摩托车差点堵死了。黄队，你们在哪？黄队，我们在这里是哪里？我去载他们。你要去载他们？你知道三号？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？你载他们，刚屁股后面人在打你，你完全都不知道。这不是有你保护我吗？那你为什么都不感谢我一声？你连句牛逼都不喊一声，我汗水都吓出来了。我要做低调的小姐姐。还好这一队比较憨哦，没有那么会玩哦。要会遇到他这里有步枪效应，你要玩的就没得了。不要。你上车了，三号。来，我带你一起去他们家土耳其。哦，我操，我被锤了枪。没有，我看见没有飞机。现在打我？没有。我操！没捡油吗？有油了。我操！这么多！我没有捡到油。
喷过去四个人，你敢相信我要死的？来，妹子上我车，你上我车，我带你过去，我带你过去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上车上车。干嘛啊？都是给打死了。哎呀，你相信我的啦！我都雇你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信任我吗？你不信任你，你这个花心大萝卜。这有个四倍镜，要吗？不要。要个三倍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居然下车都不叫我一声。怎么这么富的？他这边在救我。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倒了，我在这上。有我在，有我在。不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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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来了去他们那里哦。救我倒吗？别别。救我。啊，点你不？我也死完了。都行吗？我厉害了，厉害了。我这个车。你买一部车来了，瞧噻！没跳汽车呀？停了吗？那么多人，黄这边给个包，你有包吗？有有，给姐姐包。OK。什么进的车库啊？我操，还有一个啦！我跟你说，这里咱们数盒子，四个盒子。不对呀，为什么没跳机杀呢？去填两个包去。那车被卸了，我操！假的，被打了。我那个三号，你还要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吗？我们直接上。那你要保护我。我来了。好卡呀！这网络气死我了。跳下去了，小兄弟你们。来这边，宝贝，这边别抓，别那边死。哎呀，我快出来救你，别事没事，帮你挡着，我帮你挡着，别事没事没事，别怕别怕别怕，别怕，我救我救我救你。
我们过去没？过啊，你可以过。我们跑过去啊。你要停。哎，你会被闷死了。哪里打的？死完了吗？他们？你跟着我走，我带你勇闯天涯。你相信我，三号。我这一把不为别的，就为展示我男性雄性激素。我要在你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你不是雌激素吗？你哪雄了？你们那边有一对啊。绝对不用死了。不能还有。好搞我的那个分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在哪？没了吧？好像他们就两个人。表你不行的表，你被你的战狼翻过了。我这里都没有人，怎么打？哈哈，这不就死了吗？我就遇到了一组人，就没了。兄弟们啊，你们过船了呀？你们？那个更困难。妹妹，我们找一下吧。我们这么快，哥哥，我能加你的微信吗，妹妹？没有，在哪里？妹妹，我可不可以加你的微信？我天哪，三号小仙女，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呀？我天哪，大呀！我保护了你这么久，加个微信你都不愿意。哇，这就刺激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！我不要。你们，你们。